哎呀，胖妞今天的生意啊，可真好哎。嗯。哎，子妍这个丫头啊，真是体贴，知道我们累了一整天，帮我们准备一些好吃的。这是胖妞姐送给你们吃的。胖妞啊，总算是知恩图报了。我先回房休息了。哎，你也吃一点吧，你一整天了都没有吃哎，好歹呢你也吃一点呢。哇，闻起来很不错哎。味道有点怪怪的，不知道用什么香料。没错，这是过了期的鹿筋丸。鹿筋丸？为什么向我们下毒？武姬，快逼他交出解药，我快没命了。哎呀，鹿筋丸是补药，补你的腿力，吃了不会死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是要教训一下你们两个。一楼是做买卖的地方，双双随你怎么喜欢都可以，不许使坏。我最讨厌人家做下三滥的事情。可是我怎么觉得你在鼓励我们继续啊？要不然你也不会体谅我们站了一整天，给我们陆金丸补一补啊！啊，哼，你错了。我刚才说过，我给你们吃的是过了期的陆金丸，吃了只会上吐下泻。不是吧 ，baby！ 啊！我告诉你，在我的地方就要守我的规矩。这次你运气好，但是我向你保证。下一次绝对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。我也告诉你，如果你伤害双双，我拼了这条命也要跟你过不去。对不起，伤害双双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哼。小鱼真的阻止客人来找我？哎，你不是对他们恨之入骨吗？干嘛对这个小鱼好像就有点不同啊？我恨的只是无忌，其他人是我的朋友。朋友？嗯，我看小鱼是你喜欢的人吧。哎呀，无所谓了，无论是你的仇人也好，朋友也好，明天都不会来打扰你了。为了你呀，我好好的教训了他们一顿呢。啊，好了，不说了，好好准备一下吧，明天又要忙碌一个晚上呢。啊，朱老板，啊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想休息两天。一楼从不勉强人的，反正要干这事儿的是你。累死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这么多客人。啊，好香啊！这是七星海棠。嗯，啊，是吗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香味好熟悉，好像在哪里闻过。是吗？嗯。来，坐下来。不要了。随你便了。怎么样，住得还习惯吗？嗯，不知为什么到这里来以后，每样都很合我的心意，吃的住的用的我都很习惯。哎，好像啊在自己家里一样。嗯，那就好。哎，稍稍呢？他说他想休息两天。我想不是他不肯卖，只是还没找到他想要卖的人，或许是他想卖的人还没有来买他吧。朱老板，你好像很懂感情的事，你呀，一定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。过去的事不提也罢，人生在世，如果没好好爱一场，多没意思。我小兰发誓，我一定要轰轰烈烈的爱一次，这样才不枉此生啊。嗯，啊，晚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我送你。小江、玄宇，你们马上去探听情况，大队十日后到，一定要完成任务，否则人头落地。驾驾。
公主，是小兰。小兰，公主怎么了？有事吗？你要去哪里啊？让子言陪你好不好？不用了，我有约会。约会？你好像没有什么朋友的啊。我每晚招呼那么多客人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啊。你约了客人呢？我不告诉你。那小鬼啊，他好喜欢亲我抱我呢。我走了。哎，你别跟着我。哦，这个贪钱鬼一定是约了客人做那种见不得人的事，不行，我绝不容许。先别亲了，不要这么着急嘛，慢慢来，让我替你先把外衣脱掉啊。太过分了，为了钱什么都行。小兰，你这个淫妇快给我出来。哎，是你，你说谁是淫妇啊？这个船家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十七姑只有杏儿这么一个女儿，可惜她出生的时候得了怪病，身体很虚弱，要医她需要花很多的钱，所以我才会……原来你那么贪钱就是为了要给她筹医药费。不是的，我呀天生就贪钱。其实要医好他不难，庸医才会用贵药。哎，你可以医好他啊。嗯，其实当初你要替我医病的时候，我就想请你看看他了，可是你啊老是逼我扎针，我气不过就不找你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你的坏脾气，差点碍了大事。我呀就这个坏脾气，如果你不喜欢就不要医。哎，两位辛苦了，两位辛苦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里边请。来来来，啊，两位请先坐一下。哎，两位请慢用啊。老爷子，给老马拿点水跟草。我知道了，没问题啊。请慢用啊。谢谢哥哥。不客气。无聊。奶奶，老爸，老爸，你怎么了？老爸，老爸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在我们的茶里下毒，这里是黑店。醒醒啊，奶奶！这可不是什么毒药啊，是人参粉，是我们两老给过路疲惫的人准备的。奶奶，加在茶里，